今天天气热，吃了饭热的是凉些嘛，效果挺慢。你看，咱吃了饭早点做。那天气大，就是那么吃了稀饭，累得很。嗯。你说的。烧四分钟。 今天的天气好热哟，家人们吃西瓜哈，太热了。把那个电水准备起。西瓜了，西瓜了。哎。没啥好挂嘛，是不是？都凉下来哦。好，开始了。不用下水都得行。我快起噻，你不是也没弄烫到嘛？今天那个成功了。 看起好漂亮哦！那才抢了家人，今天那个凉茶非常的成功，给它放一会水来冰起，要给它过滤一道。现在又把那个凉茶漏到那个保温桶里头。 给它冰起，好，凉茶都做好了，给它盖起，等会儿炉子上去把它摊了。准备出摊了，把桌子搬上来。好点喽。再来准备点水冰。先出发了，你们两个开车来。好的，慢点喽。 这凉没呀？来得来，我得套一个过来给老板。你要拿的我来拿的，我都是。拿去，拿去去呀。拿去去，拿还有几个。这凉没去的吗？要得，他有很点儿。哎呦，要虚脱了哟。那你给我打哈，我们先上一个，他的领子。刚刚玩嘛，刚刚开始还有点不熟悉。 慢慢来，我要那个，我还用过那个，我不要山楂，也不要葡萄。我吃那个凉茶。一个要的话，康豆、盖盖泡不能那个取得哈。那么我不要山楂的，我不要。哦，那先给大一点。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口弹哦。嗯。哎，颜色哈。嗯，嫩劲儿嫩劲儿的。哎。那个。家人们要放啥？吃了放。嗯。 那个两箱好吃，还要要吃两箱，吃了吧又。五十万嘛，在你们家嘞。家里的。我当朋友。来口罩，口罩。上了。那个啥。那个带队吃点儿呢。你要来，你那些加不加？你看啊。哇，好舒服。慢点喽。感谢支持。米两箱，糯米两箱。哎。嗯，弄弄四份嘛。 猪啊！猪啊！在哪个位置？好的好的。小朋友。好痛！没啥，少了。猪啊！好的好的。要得好的好的。好的好的。 你买东西的他发的。哦，你不购买品的人。哎，这个第一次出摊儿有点儿那个手。感谢感谢，好了，五块钱一碗，五块钱一碗，那个一分儿的要是亏了，不得哈。 啷个可能呢哈？只能说是薄利多销而已。好，你给你端一碗来就好哈。那你带呀，我马上给你送一碗过来哈，马上送一碗过来。今天那个生意太好了，哈儿都卖完了，还剩了点儿过来尝一下。这都没来得及尝。今天的量，下午我们还。得都没得了哇。口感还可以。今天还没得时间来尝哦。 哇，那个生意像恁个火爆的话不得了哦，那边明天要多做点儿喽。
我去收摊儿，收摊儿。去啥？明天多煮点肉。收摊儿，收摊儿。往哪里？